家好，我是林董。这么诡异啊！是贾斯敏。过了一个礼拜没看到我，是不是很想我嘞？有没有？你说表情。有啦。没有。等你去想办法吃晚餐啊。吃下。行啊。原来我看到封面标题我就够解脱了。我介绍你们去一个，那时候在 Facebook 看到，在 JB 他们讲一个海边很浪漫的一个洗产品，我觉得还蛮适合家庭、求婚、生日或者是情侣都可以去的地方。在讲什么？有点乱了嘞。了解。啊 ，OK OK OK， 嗯。哇，这里的 parking 其实是有一点难找啦。它路边全部都已经霸满车了，所以要来吃的人呢，真的是要么霸路边，要么就霸里面。像我这种奉公守法的人，肯定是有位就霸。其实上次哦，就是想要来拍了，结果好一不一遇到上个礼拜的天气，你们自己看一下那个画面，那个雨下到这样，怎样拍？啊？怎样拍？哎呀，所以就拖到现在来拍了。你不讲。以前叫一个朋友来这边帮我拍个 MV， 至于那个 MV 呢，你们就不要看样多了啊，那种东西我不想损坏你们的耳朵，你们就……我看了都想笑啊！哎呦，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很秀的海边西餐的地方了，我们就拍个 time。哎呀，你们看就懂了啦。走女生先 Lady first 啊，你懂女生先，点有 offer 了这边，今天听你吹我变聪明了哦。来吃什么？这个不要钱，这个来一份。你跟他讲哦，你要讲跟他讲，给你打帽，然后给你打帽什么？来一份讲讲什么啊？等下问你什么来叫呼什么叫呼。妈，像我这种没有读书的人就敢了。还有华语翻译的，我看得懂，看得懂。好诶，好诶。反应一下，好。哎呀，西餐呐、啊，还有那种烤鱿鱼、烤虾，还有意大利面，什么是？鸡排。你哪是？鸡排，有没有念？鸡，哎呀，不要念了。鸡背。不过我们这边吃真的很清，看啊，我们看这海吃，还有那种椰树，哇，这集应该是我拍过美食介绍最有 feeling 的一集啊。对，如果他一个人吃哦，那人可怜哦，失恋哦。那你模仿一下，你这个人吃东西前前的时候，我帮你配音乐。很大份哎，吃得完吗？等一下，啊，怎么？我的也来了。我老哎，你讲我的大份，你在叫什么？哇啦呢，这个分量，我真心觉得它的这个价钱值得，而且哦。汤匙给你。中午你要拍呀、啊？好，要我来拍。啊，对，给他拍一下，我先来给你拍了，拍完先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吃看，有发现到的意大利面，还有给这个，这叫什么？是海鲜，它都会有海鲜。哇，我觉得很不错哎。嗯，会辣。辣，讲半你不是没来吃意大利面了？不过讲辣是辣。味道很香，很足啊，真的都可以。如果会吃辣的人来哦，吃哦的话，你们完全更好吃。哇，的菜也是很大份嘞，不错。麻酱扒，看啊，这边一份，然后旁边有一个酱大片呢，喂，浪费哦。No， 三秒定律。我吃了羊扒。那个羊骚味，那香度，可以嘞啊，这东西。然
难怪 Facebook 这么多人会放来这边推荐来这边吃啦。不要试试你的鸡肉看一下怎样啊？熟悉啊，味道，它这鸡，我只哦，你认识了哈？喂，哦，哎，嗨，讲就是我觉得味道很熟悉，还那种烟熏烤的那种味道。看来我们这种不是介绍美食，讲到像鱿鱼这样真的是很难的。我们又不是这个底。那我给你试看这个羊啊，你试看行不行？不要羊，不要、啊。你完全不是羊肉，我喜欢吃那个羊烧味，你看它这样烧啊，就喜欢吃羊烧肉比你还贼烧，你看。很热。他的鸡一次哦，真的是我停不下来。也不说吃一下这边东西，他说不说是他的鸡，就是有那种烧烤的那种 BBQ 的那种味道，然后特别去腌制啊，然后再用来 BBQ 的。那的羊排呢，就是那种带点烧味，可是也是有那种 BBQ 那种烟熏那种味道啊，很香呀。所以讲它面辣哦，可是我还是忍不住。非常的遥感了，啊，不干了。真的啊，你们来吃哦，你们根本哦，回不了头啊。在一起也是有一个好处，没钱的时候还可以给。啊？喝酒喝酒，啊，我们合作愉快，来，啊，你看喝。你不要接受这个合作吧。来来来喝，OK， 以后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个介绍就到这边，怎样？觉得 OK 吗？食物超好吃，不过好辣哦。会吃辣的人呢，我建议你们可以叫那个有面跟那个肉，是讲嘛一起的辣。它就是一套的。它的店就在这边，吃饱了呢就可以来这边沙滩走走。现在我们已经吃饱了，我们就来走走，秋一下，消化一下。你看这边这样美啊，风景看到吗？又可以欣赏那种高楼、海滩、玩沙，哇驾！有这东西。可以推荐你们这些从外国来的，或者是情侣啊、怕拖求婚、生日什么都好，你们都可以来这边吃看一下。这边真的很适合，很适合，而且又看着海边，又喝着酒，吃东西真的chill，真的爽。OK， 推荐你们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